就请先生暂居寒舍，明日我会回禀我王。若是真如你所言，我王一听先生来了，便拜为臣下，那先生也就不必在这住了。我看不会如此速效。不过明日我如何向我王举荐先生，还望先生简说一二呀。那就请大人如此说法。陈王姬，反臣述职，拜见王上，王上万年。起来吧。谢王上。魏国情形如何？启禀我王，魏国国情如常，只是此番复魏遇到了一位张禄先生，他乃天下便士。张禄对臣说，秦王之国已是危于累卵，若能采用他的方略，秦国才得转危为安。可他的计策不可用书信定成，敢请我王召见于他，他必有治国安邦之伟略奉于我王。此人已经到了咸阳。是，玉臣一同前来。他的话你信？臣听他说的果断，不得不信。便是本来就强于此令，寡人不想见睡。可臣以为他既然来了，便让他在客舍住下，等时间久了觉得无趣，他自会走的。臣遵命。还出将入相？我王听说你这等说客便烦，依着我赶紧走吧，也省我几顿饭。大人，你也太沉不住气了，在下是欲擒故纵，大人竟没看出来。你要请哪个？纵哪个？这个眼下在下还不知，还请大人不吝赐教。你这是何话？你不知，我又如何会知道呢？大人容禀，在下想把自己给卖出去，卖个好价钱，而对于秦王这个买主，在下是一无所知，这就如庸医看病在那儿盲打误撞。什么？秦王之国已是危于累卵，若能采用他的方略，秦国会转危为安。这等话，就像是一个庸医看病骗人。哎呀，你看你满脸的邪气，恐有大病。只有本医才能帮你化解你的病邪，不然命不久矣。既然是胡说，你为何还要本官去面陈我王？大人，在下需要些时日，要弄清楚秦王到底是何人，想何欲，何求何患，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地把我给买了。那你就等等吧，你何苦急着让本官去面陈我王，叫本官出丑？却有些对不住大人，可也不得不如此啊。一者是要试探一下秦王对我等外来之人是如何看待，秦王虽不喜外客，但还是把我留在了咸阳，且供食宿，这就说明秦王对不喜好外来说客尚且有些礼遇，一旦来了旷世大才，秦王是不吝赏赐和重用的。二来嘛，秦王所留之外客虽说尚未给予任何官职，可按秦惯例，此一外客已记入秦王之耳，可与秦王互通有无，而在下秉臣己见之时，便可自称为臣下。如此大人把在下引荐给秦王，
在下多谢大人了。那依你所说，本官并没有白忙，大人是劳苦功高啊。那你真的要住到咸阳客舍去？如果大人不逐在下，在下还想住在贵府，以便时常向大人请教。好啊，那你有何事要请教啊？亲王之事，一并有之。喜怒哀惧爱恶欲，都要知道。七情六欲，由表及里，体察秦王之心。儿臣拜见父王。舒儿，你是太子，今后国事要多分担一些。诺，请父王吩咐儿臣。你奶奶从前说，无论国事家事，皆为国事。父王国事繁忙，你多替父王去看看他老人。诺。你是长孙，你奶奶最喜欢你，私下劝劝她，少烦心国事，多颐养天年。诺。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大人是说，秦王其实很孤单。这只是我猜的。我常出使，自从韩聂大人离开人世之后，每次回咸阳述职，偌大的咸阳殿内就总是我王一人在那里听我说话。每当此时，我便想，难道我王身边就再无一位贴心的臣子吗？后来我又想，我王之所以成为秦国之王，是仰赖太后、穰侯这姐弟二人的鼎力扶持啊！若是没有这些外戚，也就没有我王。外戚把持朝政有多少年了？快30个年头了。啊，够长了。太后、穰侯，还有华阳君，与我王本是一家人呐、啊，家事国事好像并无嫌隙啊。不。绝不是如此。你是说，若是寻常人家，父母兄弟互相帮衬，其乐融融，或许有可能。但是在王族之家，便不会那么简单。我王这些年，也曾几次罢免相位，可他都没过多久，又给穰侯复相了。如何？正如我所言，秦王不喜外戚。可那是他亲舅公啊！哼，王者天性专制，没想到秦王竟能忍受外戚当权，整日对他指指点点，说教指摘。秦王这乃天下独一无二的君主啊！啊！如今我来了，我要帮他重整朝政。我可使他成为不受任何人牵制的、独一无二的、为所欲为的秦王。你，对，这才是一笔好买卖，这才是我想要卖的，这才是他想要买的。看上你，不行吗？就看上你这个锦包不扬的瘸子。对，就是我。哎，大人何必扶我？我这是怕你摔着呀。哼，这叫哀兵必胜，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。方才你是在试我？是要试一试啊。请大人
把穰侯亲口对你说的话禀明秦王，看看秦王之意如何。实话实说，一字不要掺假。什么？魏冉拦了你的车？是，臣这就动身再度出使魏国，想来想去还是决意把此事禀呈我王，不然憋在心里臣如鲠在喉。当时你的车里还有那个叫张禄的魏人在？是，还是他说穰侯必要再次搜查臣的摇车，所以他便先行避开。他如何知道丞相不喜外人入侵？其实张禄与臣入秦之前，曾先请穰侯提携，效命我王，被穰侯拒之后，却被魏相魏齐污蔑为卖国求荣，险些被打死。臣见到他之时，其身已致残。若无此前因，张禄也不会一见穰侯像见了鬼似的便躲起来。现在想来，若是穰侯果真看到张禄入秦，真不知他是否还能活命。穰侯会杀了他？臣不敢揣度穰侯会如何，可臣这就要远赴外使之任，而张禄尚未能谒见我王，竟不敢随城返魏，偏要留下来等待我王召见。臣毕竟与他有过这般际遇，想到此前他所受苦楚，今后如何又不可知，竟有些不忍，是故才将前因后果禀呈我王。臣以为我王不必管他，下一道王诏赶走他便是。他现时或有怨恨，臣日后会让他明白，我王这般做正是保全了他的性命。你是说，丞相若杀他，本王也不能保全？不不不，臣不是此意，臣只是不放心。那你便守着他好了。不使之事你不必去，找人替你便是。臣未想到，明日到宫院来见。诺。好啊，好啊，买主来询价了。可明日我又该说什么好呢？秦王想要听的，自然是我范睢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与这个张禄必定交往些时，依你所见，此人可有过人之处？啊，臣愚笨，在臣看来，此人确非是等闲之辈，能兼忍亦能担当。如何兼忍？怎样担当？只因魏相得知他与穰侯说想来秦国，便呵斥他通敌叛。当时便要打死了。魏相府上受茅厕的仆役说，当时真是打死了，用席子裹着扔到了茅厕里。若不是那个仆役把他就当作死人偷运出魏相府，臣后来也不会再见他。可臣要对我王说的是，这些事儿皆是救了范睢。同那一起来秦的仆役郑安平对臣说的，而张禄却一字也未曾与臣提起。好似他的腿疾不是打坏，而是天生的。嗯，这便是能兼忍。啊，在臣看来，此事之前因无论如何与穰侯大有关联，且穰侯乃我秦国丞相。即使丞相不愿他入秦，他却偏要入秦，这不是找死吗？难道死过一回还不够？明知前途是死路，偏还是要走？这话臣问过他，他说他不是不怕死，
只是以为有辅佐我王之才，愿来碰碰运气，求个君臣际遇。总之，他是要投奔个豪主的，任凭阻拦他的是谁，他全都不顾。看来此人自视甚高啊。只可惜是个不义之身。难道他真不怕死呢？啊，关乎死嘛，让臣想想是如何说的。哦，他是这般说的，可是说了一大堆，我王不听也罢。坐。说吧，不然不就白背了？我王要听，那臣也只好啰嗦了。他说：“人人皆会死，像三皇五帝那样圣明，到头来得死；像春秋五霸那样强大，到头来也得死；吴国人民那样的大力士，最终也难免得死。”张禄做了几个人举例，头一个是伍子胥。伍子胥当年被装在口袋里，这才逃出了昭关，夜间行走，白日隐。走到临水，连饭都吃不上一口，饿得站不起来，便趴着走，终于见到人了。扣着响头，鼓起肚皮吹碟子，在吴国监视上到处兴起讨饭。就这般，伍子胥终于到了吴国，辅佐阖闾成为霸主，使吴国雄立于天下。张鲁说，若他能像伍子胥那般竭尽智谋效忠秦国，便是死也值了。可张禄虽是这样说，心里还是有忧虑之事啊。有何忧虑？忧虑待他死后，天下人见张禄如此忠心事主，却反遭死罪，必定再无人愿到秦国来献财于我王，那我王便更加孤立无援。危言耸听。王上，他还说王上上有太后威吓，左右又被近臣把持，长此以往，身居宫中，被人切断耳目，忠奸难辨。纵使我王有一番伟人大志，恐白白给朝中事断怀思之人拖累耽误，这不是孤立无援又是什么？住口！一派胡言！王上，王上，张禄说，他不是不怕死，怕的是我王有天大的志向，却因无忠臣贤能之人辅佐而只得落花流水，还望王上明察。用你的车，把他接到敬阳宫来，不许任何人知道。谨遵王命。
启禀王上，启禀王上，启禀王上，王刚露觐见。谢大人了，快起来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谢我王恩宠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说吧。请我王恕臣无罪。恕你无罪。王上，臣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王竟是如此惧怕太后和穰侯。你这么看？是。无人能知道，西方强国之君主，大秦帝国之王，要想召见一个外来臣子，竟然悄悄地离开咸阳，到这晋阳离宫来。你有何治国大策，王上？王上，治国分内外，而内事之厉害又重于外事，故臣先与我王说内事。臣以为，内事之首，便要先除掉三桂。三桂，臣在山东之时，凡提及秦国者，必言及三桂，而无一人提起秦王。这就好比当年齐国，一提齐国，众人只知道孟尝君，就好像齐国根本没有齐王一样。现在秦国也是一样，朝野所知者唯有三桂：太后、穰侯、华阳君。啊，这么个三桂，三桂不除，国王就不能专制于国，大秦终不能大出啊！你是说三桂撤走本国？愿我王政令统一，独断专行。三桂皆是外戚，请我王收缴三桂之权柄，统于君王之权。你有何方法收缴三桂之权柄啊？三桂难于汉东，是因为太后和穰侯互为表里，朝里宫里相互呼应，使我王之军政大权集于外戚。臣以为，为避免朝野动荡，我王可以渐渐解除穰侯之兵权，太后那边也不至于太难办。只要穰侯失了军权，那太后彻底归政之日也就不远了。老人去了，有军功能服众的新人又在何处啊？王上，臣出身贫寒，至今尚无可称道一二之功勋。然而，臣有一样却无人能及，那便是臣能做到爱我王先于臣之所有，我王所想，便是臣之所图。如此，我王便不会亏待于我，钱财名声会随之而来。而臣也深知我王当今宏愿，乃秦国大出，一统天下。话一说，是难做。王上，臣来自山东，请允臣为我王谋划，攻取三晋。太后、穰侯、华阳君，对寡人有恩有义，
有亲有情，三人扶助寡人执掌大秦国30余年，与公与私皆无错失。今你无缘无故劝寡人除三桂疏太后，又所谓何故？你以为三言两语便能挑拨寡人家中内事，因此嫌恶了太后穰侯而重用你吗？皇上，三桂扶助我王，是乃臣子尽对我王之本职，又岂能自称有恩于我王？臣只是防患于未然之时。王上，当国要先社稷而后人伦，当断不断，害己为小，祸国殃民为大。穰侯一贯贪私，与我王大致相距甚远，而且持功自骄，终恐有一日欺上瞒下，误国误民。事实我王以何来面对嬴氏宗室列祖先宗之强秦大怨呢？请我王明察。皇上临朝。参见我王。连礼。谢皇上。寡人新任命一客卿，请他助寡人一同谋划军务。父王，军务大事历来皆是穰侯主持。哎，卓儿，寡人知道，可是穰侯身兼数任，找人分担也能轻省几分。二舅公以为如何？不知我王要与何人一同谋划军务啊？皇上诏令，宣张禄觐见。臣张禄拜见我王。张禄先生，快快请起。谢莫王，本王已宣召命你主管军务，今日大朝，快说说你的方略，好让众人在朝堂上商议。且慢，王上，臣老眼昏花了，且看看这是哪一位。是你这条狗啊！您上任客卿就被薛羽要职，可不得了！追着到我秦国来擦屁股了，狗能主管军务吗？二舅公，朝堂之上怎能出言不逊呢？有所不知，年前臣出使魏国，在丞相府上内疾如厕，此狗在我面前摇尾乞怜，愿追随臣。臣看此狗相貌丑陋，便打发了他。不想今日
此狗来此蛊惑我王，不仅为我秦国客卿，还主管了军务。王上，我秦国让此人主管军务，难道大秦无人了吗？然后何必动气呀？我王命臣主管军务，并非大秦无人，恰恰相反，大秦兵强马壮，猛将如云。然而，秦国兵再多，将再勇，若是所用非人，那么公器岂不沦为一些人的谋私之手段？你说什么？然后不必动气，容卑职慢慢道来。当年列国合纵伐齐，我王以不占寸土为誓盟，以大功折服了列国，最终完成了灭齐之壮举。然而秦国之丞相就是你然侯吧？据今日已故孟尝君私相授受，私自调动秦国军队去攻占宋国最富庶之陶邑，以占为己有。然后卑职说的可有一句虚言呢？呸！狗贼，一派胡言！启禀父王，此事父王早已知悉，何必朝上再议？哎，卓儿，不是本王要议，是你舅爷爷骂人家是狗啊。王上，幸亏臣有一狗鼻子，而且正好又是在魏国，不然然侯与孟尝君密谋之事，卑职从何得知啊？其实然侯当年既已得陶邑，而且我王也已允准将其赐封作为然侯的另一处封地，可是然侯若不是贪心不足，卑职今日也不会像条狗一样对然侯穷追不舍。好好好，老夫就打你这条狗。多谢然侯谬赞。然侯你呀，就是太过于贪心，为了广而逃逸，私自再次动用公器啊，去攻打大梁，威逼魏王献出陶邑周边之地。这一次你不但挪用了秦国的军队，而且还动用了秦国最神勇之战将。婉君，卑职所言无半句差池吧？张禄先生，今日朝政之主旨并非要追讨旧事，你可明白？武安君所言甚是，然而卑职今日要不严明轻重，恐怕会有人不服。不错，卑职却无什么率兵大才，而且有武安君这般战神在此，容我张禄班门弄斧。然而公器私用这种事若再不杜绝，那秦国日后必有大乱。微臣只是一个小小的客卿，我王命我主管军务，其实也不过是与我王商议军务而已。我王对臣之任命，只是在提醒诸位，秦国的军队绝不能为私人所用，无论其是何许人也。王上，
等狗贼，约是我未然的吗？然后啊，然后，没想到卑职今日刚刚赴任，便得罪了当朝丞相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不只是当朝丞相，我们这位丞相还是当朝太后的亲弟，王上的二舅公，有两个分国的人侯啊。卑职也知道，今日逞一时之口快，也会惹来杀身之祸，离死期不远矣。王上，我宰了你这个狗贼！让我宰了他！我要宰了他！让我宰了他！张先生平身，谢王上。启禀父王，穰侯或有过错，可多年主持朝政，重视劳苦功高，骤然解除军团，恐怕引发乱局。儿臣以为，无论如何，主管军务之人，纵要通晓兵法，一条只会咬人的废纸，恐怕难堪如此大任。寡人的诏命，怎能朝令夕改？退朝。太后口罩不必见了，告诫二弟日后老实做人，踏实述职，夹着尾巴听话。魏大人请留步。太后之言就这几个字吗？一字不多，一字不少，就这些。姐姐，不能说句公道话吗？然后啊，在下本是不该说些什么的，但在下请穰侯好生想想。穰侯是太后的亲弟弟，王上是太后的亲儿子，您这是让太后去跟谁理论公道啊？拜见王上。父王，启禀太后，王上求见。启禀太后，王上求见。启禀太后，王上求见。皇上，太后口罩不必见了，继儿的意思我知道，今后朝政之事继儿自可独断专行，不必再来问我了。
微点留步，王上，您快起来吧。太后，就说了这些，一字不多，一字不少，就这些，。体谅在下的难处，太后口诏，在下只是代为传达。那寡人过几日再来看看。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